我们可以把菜挂在树上，表示这块地方我们占了。好，加油，走吧，回去搬家了。拜拜。我们要从哪里开始？怎么分工？先把这两个帐篷先拆了。好，把我们睡袋啊东西都弄掉。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竟然帐篷已经是搭好的，你想到了吗？多幸福的一件事。对，是这样卷对吧？直接这样卷，这个真的很大颗哎。对，其实直接塞是最好的，就这样，直接可以进去的。你看，我已经完成喽。这黑色的网是装这个的。对呀，床垫呢？它得够大。我的装进去了，我已经完成喽。我都跟你说不要用黑色袋子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也是装的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再来。这要怎么才能给它？这些小小的呢，它一直在鼓起来。这要用身体去压的。用身，用身体去压，非常滑稽。这都压成那么小，嘿。我不把它压坏了吧？那我晚上就没法睡了。再来，匍匐式压睡袋法，这样。我觉得我在搞笑，好减肥。收睡袋这项运动非常的锻炼身体，真的。哎，它又开了呀，失败。问如何叠睡袋是个难题。需要帮忙吗？好呀，来，我来帮你。为什么我感觉怎么卷它都会膨胀起来？你要从一边开始，慢慢这样卷，把气从另外一边挤掉。这个好专业哦。最后卷成一个。哇，你怎么把它剪得这么扁？我刚才整个人都压上去。这就是要体重够重的。我一起来，它就又膨胀开了。所以你要一直压着它，让它不会再膨胀。你说的太快了吧？十秒钟收睡袋达人。这还只是我们的睡袋而已。对。你还有那么多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帐篷都弄掉，